说冬瓜竟然能够让一个人起这么大的一个变化。这个冬瓜本人在这个《本草纲目》当中就有记载，说这个吃冬瓜能令人好颜色，而且呢是益气不饥，久服还能够轻身耐老。哎呦，冬瓜中呢含有丙醇二酸，丙醇二酸，哎，这种物质呢可以有效的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，而且呢这个冬瓜当中脂肪含量就很低，所以呢常吃它还有助于什么呀？减肥。但是在我们市场上啊，我们看这冬瓜种类其实有很多呀。哎，对，不同种类的这个冬瓜是不是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呢？其实呢它从这营养价值上来说啊没有过多的区别，但是它这两种冬瓜的口感是截然不同的。哦，那你像这种糖冬瓜，它这个皮比较厚，对了，它的肉呢相对来说它比较脆啊，它更适合炒着吃。另外这种冬瓜呢它是什么呀，相对来说它比较嫩一些啊。